大家好，我是 Simon。 在上期节目中，我挑战了天然的粉雪，被大自然无情地做成了人肉驴打滚儿。在美国这边的滑雪场，除了这种有人工铺设的蹭来蹭去的正常雪道之外，还有一种特别有意思的主题公园 Terrain Park， 翻译成汉语可以叫做地形公园。上面有各种的小坑，可以让你玩很多特技动作。滑雪滑到现在，我还从来没玩过这种 Terrain Park 呢，今天来挑战一下。好的，我们出发了。眼前是一个小坡，外加一个光滑的平台，我们上去了，稳住，跳，哇，哎，还可以啊。这个初级的跳台还没有那么难，稳住一点就能轻松的跳下来。好的，接下来是第二个跳台，哇，它比第一个稍微高了一些，稳住，稳住，哎。啊，还挺丝滑的。过这种平台的关键就是你不能换刃，不然会滑倒。好的，接下来，哇，这个管子有点难啊。好，我们绕过吧。第四道关卡是一个特别粗的管子，有点滑，还是只滑这个小坡吧。这样的小坡轻轻跳一下，还挺有意思的。接下来又是一个平台，啊，我靠，滑这种平台千万不能在台面上换刃，因为它非常的光滑。好吧，以后就知道了，这一下子屁股还摔得挺疼的。我是 Simon， 感谢观看。